我自己做共学核心并不是谁照顾谁，而是彼此可以跟对方有学习。回到你自己自身部落里面的条件来去执行，不管你今天是老人出发还是小孩出发。政府推动长照2.0，朝向老幼共学发展新趋势，但部落的老幼共学该怎么运作？是否能够成为原住民族语以及文化传承的新契机？请锁定本周六晚上8点的《部落大小声》。